舞者肢体动作述说低潮、彷徨，同时也舞动出如明灯般的心，坚定地指引正确方向。明星舞蹈团再次荣获基隆市杰出演艺团队。今年我们的主题“我舞序，我常序”，我们用保罗·克赫的《牧羊少年奇幻之旅》其中的十句佳句作为我们整个内涵的核心点。我们非常非常的感受到当中十句佳句所带来的生命保障的内涵。就像我们现场的整个场部十只羊一样，十个佳句做了十个舞作，来感受到牧羊少年的人生哲理深奥，但我们却浅出的传述给我们的现场的观众。就像牧羊少年，当他遇到很彷徨的时候，炼金术士告诉他，你的心在哪里，宝藏就在哪里。我们带着我们的舞者，带着我们的观众进入这句话深刻的意涵。十个佳句编成十出舞码，要带给观赏者生命动容。明日之星将故事融入舞蹈，打造一出出舞剧，舞动着丰盛的生命力。记者蔡小军采访报道。